西南北，春夏秋冬，二十四时，《黄帝内经》依循天地之道，认知生命本源，顺应自然规律，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性。北京中医药大学屈黎敏教授为您讲述中华几千年的养生智慧，敬请收看名家论坛五周年特别节目《黄帝内经》。好，我们接着讲亚健康啊，在这儿呢有一个网上的一个关于亚健康的调查表，大家看什么是亚健康，现在西医所认定的亚健康在我们中医里是怎么解释的。那么第一条是说，你经常打哈欠吗？打吗？这个打哈欠在中医里是有一句话的，叫做是哪儿的病呢？是胃的病，叫做善身硕欠。善身硕欠，这是胃经的病。经常打哈欠啊，这是胃经的病。然后是胃气不舒，因为你这个胃这儿，你老是觉得胃寒，然后你就容易慢慢慢慢老这么堆碎着身体。然后呢，可是呢，还人体有自愈力啊，它要想把这个胃气给舒展开，所以你会经常的善身硕欠，就这么一使劲打一个哈欠，然后这样的话呢，使胃气能够振奋一下。那么另外一种病呢，就叫做啖郁寐，就是白天老想睡觉，啖是指示的意思，都是放在这个，都可以放在这一条里边。啖郁寐，《伤寒论》里归类为少阴症，也就是心肾方面的毛病，少阴，因为跟心肾相交。啖郁寐是什么意思呢？啖就是指示，只是想睡但又睡不着，这种毛病也算是，就实际上到少阴已经是到了很深的一个层面了。然后呢，是你会失眠吗？它这里是按照分值来算的，如果你经常这样，你的分值特别高的话，你就是已经是很亚健康了。其实亚健康这个词也不算是很准确的，它只是说所谓的亚健康，就是说在指标上它查不出来，但是你的健康状态已经出问题了。失眠这个问题在中医里，它的总体的一句话就是心肾不交，心肾不交啊，心肾不相交形成的一个毛病，或者是思伤脾，思虑太重也会造成失眠，或者是抑郁。现在这种病人，失眠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而且如果要长期的这么下去的话就会很难治。这个呢，也在那个中医里其实也属于少阴这个层面，已经到第五个层面了。在中医里就不把它看作亚健康，就已经是病人了。就像中医把脉似的，中医把脉可能在你没有癌症之前，它就已经把出你会形成癌。实际上脉是你的这个，就是气脉啊，它的当你这个气脉出现问题的时候，现在所谓的 CT 扫描它只能扫出有形的东西，但它扫不出你这个无形的，你这个气血的这个变化。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讲，这是可行的，是可以把出来的，但你要到西医那检查是没有的，就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把像他们把这些当作亚健康，在中医里就已经算是很重的病，他把的病已经放到第五层了。那么第三条，你喜欢把腿放在高处吗？放在高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腿出现什么呢？就是发沉。记住啊，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叫人老腿先老，人老腿先老，你慢慢慢慢就会觉得腿特别的沉，腿特别沉。那么腿的，记住啊，腿的前面，大腿的前侧
这基本上是胃经所主。大腿的后侧，尤其沿着腿部的正中线，后侧从那儿上来的那条线，一直上到头，那条经脉叫膀胱经。膀胱经是为太阳层面，太阳经是表。那么在这条经上，如果你喜欢把腿放在高处，实际上是说你的小腿肚如果经常发沉的话，这在中医里就叫做阳虚。阳虚实际上是你太阳膀胱经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你经常的腰酸背痛腿抽筋。腰酸是你的腰酸，我们都知道腰是跟肾相关的，那么背膀胱经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中医里边的膀胱经，是沿着人的后背，从头，从我们的睛明穴一直上去，沿着我们这个头一直下来，沿着这个后背啊，然后呢它在这儿膀胱与肾相表里。所以当你膀胱经痛的时候，那么这也是腰酸背痛腿抽筋，那么就明显的也是膀胱经的问题。所以这一类的问题出现，全通通是阳虚，阳虚的症。阳虚症我们人体啊，所有的功能的运化全靠阳，你记着啊，阴虚还可补，气你怎么补？所以这是一个阳虚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深的病了。然后你礼拜天的晚上会有上班恐惧症吗？其实这一条和下一条，不愿意跟上级或熟人见面，这两条都是归属于什么呢？归属于《黄帝内经》里边的胃肾病。如果胃肾病啊，就说的有恐惧，我们说肾主恐，肾主恐。然后在胃经病里边，他还提到一点，这个在临床上绝对是可以看到。如果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就说的你是有忧郁症，他不承认，但是他有一个感觉，他就老觉得你这个屋子里特别的亮，他说你这光太晃眼了，太受不了。这个在胃经里边，这叫什么呀？胃人与火，害怕接触别人，不愿意跟别人见面，不愿意跟陌生人见面，害怕人和什么呢？火。所以他特别的怕光，你要让他坐在这儿，麻烦了，他就忧郁，他特别害怕，不敢抬眼睛，光线如果太足的话，他就会很害怕。那么这个很害怕的这个毛病是属于胃经的病。这两个症状加起来，实际上就已经是忧郁症的前期，甚至已经是忧郁症了。像这种人肯定会有失眠的象，或者是不失眠的话，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他经常的那个多梦，一夜一夜的梦，像演电影一样，梦特别多，这也是虚火扰头的象，然后特别害怕跟生人接触。所以这个呢，在中医里都也是很严重的病。那么早晨能睡多晚就睡多晚，这是什么样的病啊？这个早晨能睡多晚就多晚，这个是现在人的生活不规律造成的，实际上这在中医里叫做阴阳颠倒。记住啊，太阳升起的时候，万物的阳气都在生发，实际上人的阳气也是在这个时候应该生发起来的。那么你的阳气在这个时候如果生发不起来，你恰恰属于夜猫子型，就说的到夜里头，好，你的阳气全掉上来了，子时以后那精神的不得了，11点以后特精神，
有些人一玩就玩一夜，这样的话最后他的结局，你看很多上有网瘾的孩子最后都是抑郁症，他会做出极端的行为，实际上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就是很恐惧很恐慌，畏人于火，不愿意跟别人接触。实际上上网的孩子都有一个问题，他不愿意跟别人接触，他已经沉醉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了，这是需要治的病啊，需要你从人从他的行为从他的心理去关心他的一个问题，而且呢还要强壮他的身体。所以像这种小孩子，你要一定要带他多出去玩，培养他读书的习惯。所以我说现在对孩子一定要培养多读书的习惯，而不是上网的习惯，这是一个问题啊。就是阴阳颠倒，阴阳颠倒最后会造成人的那种心智的混乱，心智的混乱会做出极端的一些问题。经常坐着发愣发呆，这个有没有？大家想一想，经常发愣发呆的人在中医里边是认为神不足，神不足就是什么呀，实际上是脑子不够用，阳气上不来，也是阳虚症，阳气上不来不知道这个该干嘛。很多人啊就是在爬楼梯的时候就会觉得他觉得这个脚已经够到这个楼梯了，可实际上没有够到。那么这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一方面啊，记住上楼和下楼如果出现腿痛是不同的经脉在痛，如果上楼腿痛就会基本上会形成是胃气虚的问题，因为我说过腿的前侧都是胃经所，是胃经所主，腿的前侧是胃经所主，所以你的腿抬不高实际上是胃气不足。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三阴经，就是腿上的那个三阴经啊，什么胃啊脾啊这些，还有这些问题都出现问题了。那么下楼的时候如果出现后腿痛就是膀胱经的问题，膀胱经气出问题了。那么下面一条，不是很渴就想不到去喝水。关于喝水的问题，口渴的问题，中医啊关于口渴的问题，比如说中医在古代没有糖尿病这个词，只有一个词叫消渴症，就是最初的感觉就是容易口渴。那么关于口渴与不渴的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口不太渴属于太阴症，像这种问题就属于太阴症，属于脾的病。口就是不是很渴就想不起来去喝水，我不太清楚啊他们为什么把这个放在亚健康，但实际上这确实是身体出问题了。如果特别口渴那就是少阴症，就是更低一层的一个层面。按六经辨证来讲，口不渴为太阴症，口渴为少阴症。那么下一条，怎么也想不起朋友的名字了，那就是记忆力出问题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在中医里呢，基本上是认为是阳虚，像这个记不住事儿，脑子越来越的记忆力衰退，而且有些到四五十岁的一些人会突然的出现记忆力急剧衰退，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是属于膀胱经的问题，膀胱经。还有呢，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记忆力衰退的这种人实际上他的三阳经也都出问题了，包括太阳和阳明，这种人有可能有胃也不好，或者是决断性也差，就是如果对身体耗散的太厉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会出现决断力很差，就拿不定主意，优柔寡断，或者会被蒙蔽心智啊，那是另外一种了。
身体突然下降或上升，那么按说呢，这个是脾的问题，因为脾主肌肉，那肌肉一下子消失掉那么多，或者一下子增出那么多，都是这种东西。实际上在更深入的一层讲，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身体已经没有能力关心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认知程度已经很差了，胖了瘦了都好像没什么感觉了那个样子。还有最后一条是便秘，或者一有风吹草动肚子就不舒服。那么这种的呢，实际上就是身体很虚弱的象，就是气中焦气也不足。然后便秘我们原先讲过，这是属于筋的功能出问题了，实际上也是元气大伤。像风吹草动啊，别说风吹草动肚子就不舒服了，现在很多人风吹草动动不动就感冒，那也是整个免疫力下降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些呢，都是，在《黄帝内经》眼里，这些都不算是亚健康，都是已经出现了问题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说明你的身体、你的体格、你的情志，还有你的精神，包括你的人际关系，因为你不愿意跟别人接触，这都是在西方社会，他把这作为亚健康，是认为你跟别人接触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应该提醒注意。而现在目前发生了很多事，其实都是跟这些关联的，比如前几天的那种一个导游打人的事件啊，或者是校园暴力啊，这些实际上都要重新思索一个教育问题，一个精神的心理卫生的问题，就是心理的问题，还有他最关键的是他身体上已经出现某种很大的缺失，像这些问题都应该严肃的认真对待啊。好，这就是关于亚健康，就是中医如何对治亚健康。中医对治亚健康它是分不同的层面的，就说身体的病你当然要用药来治，然后呢同时它告诉你，不是药，是药不是万能的，最关键的是你要在你的情志上，你要在你的生活习惯上去改变你自己。所以呢，下面我们就要讲一下中医的要点到底都是哪些，就是实际上这也是《黄帝内经》的一个要点。那么这个要点是什么呢？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为本，病为标。《黄帝内经》认为病只是人的习惯、生活方式，还有他的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坏毛病，然后才发展出来的一个东西。而根本性的是人，你能不能改变你的习惯，你能不能改变你的人生态度，这是治好你病的一个根本。病只是一个表现，所以这个是《黄帝内经》里边的一个要点啊，这是我们，这也同样也是中医学的一个要点。就像我们原先所讲到的，全世界最高的学问是研究人的，而生命之学又是人类学中最高的学问。而《黄帝内经》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它强调的和谐，强调止于至善。什么叫至善？什么叫至高？就是最好的那个状态，就是你和自然的和谐度越接近越好。你能够做到应天之序，你就做到最高点了。所以我们讲了，我们这几天讲了一天的养生，还有四季的养生，实际上它最重要的一个要旨就是什么呀？你要因循着天的顺序，要因循着你身体本性去生活，而不能逆反你身体的本性，这是一个要点。所以要改变人才是最关键的，而不是改变病。很多的病也许就说的你这个人的习惯改变了，你的坏毛病改掉了，你的病可能都能去掉。
因为造成这个疾病的原因是你这个人的一些不良习惯造成的。对于现在人来说，就是晚睡觉、不活动啊，这都是很大的一块儿。晚睡觉、不活动、饮食不正常、好喝冷饮、暴饮暴食，你现在就是没病，将来也会得病。所以最关键的在于人。那么第二条呢，就是以调动人体的自愈力为主。大家一定要清楚，我们人体都有自保功能和自愈力。人体本身是一个最和谐的存在，就是所谓本性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所谓本性就是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它依据于自己就能够达到和谐。所以中医里为什么讲五行，讲五行生克，这些它就是告诉你，有这个东西，有水有木，就得有水来生，而且还要有金来克，就是你这个东西升上去不可能永远能让你升，总有一个东西在克制你，因为有生你的就得有消乏你的，就得有修理你的，不能不管你啊，让你随便的去长，那怎么得了，对不对？然后呢，同时你本身你还有你要克的东西，对吧？你自己你看，有了这个木，木就生火，木生了火，可是呢木还克土，所以它这里边本身就有一个和谐机制在里边，而且它自己该调动哪一方出来的时候，它自己有它自己的规律，对吗？所以这里边它互相都有牵制，所以这个是调动人体的自愈力，就是我们人体是可以通过自愈力来慢慢的协调过来的。所以和谐社会的根基，最根基的是身体的和谐，身体和谐，身体不得病了，你就不会去郁闷啊，去那个身体不难受了，你就不会老想把脾气发在别人身上，你不发在你孩子身上，你孩子就不会把这脾气发在小狗身上，小狗就不会见到别人就汪汪叫，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对吧？咱们把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你这稳定了，哎，底下的就都稳定，这是生存的要点。所以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然后你要相信自己。所以我觉得中医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相信自己大于相信仪器。你好不好你自己知道。我们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己的自信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自己不舒服，不舒服的话到医院一检查，医院说没有病，然后回来就高高兴兴，可是过两天我还是不舒服，然后还是觉得不对头，可是你还是不相信自己，你就觉得那都说了没事儿，指标都说了我一点问题没有。一定要记住，中医是相信自己大于相信仪器的，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感觉，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其次他还强调身心互动啊，这个身心啊，它彼此间是互相影响的。大家别就是有一个东西啊，比如说你看啊，中医是讲生克的，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个生克的问题，像木这是肝，肝的神明是什么呢？是魂。魂木如果强大的话，木生火，心就这就是心，心的神明是神。如果你的肝气很旺的话，那么你的头脑就很清楚，你就很有理智。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理智这个问题跟我们的肝魂是相关的，是由它生起来的。可是话说来了，这个肺属金，但是肺的魂是哪里呢？肺的魂是什么呢？是魄，就是肺气，肺经足了的那个象，它所外现的东西，它是魄，魄是主降的。所以我们的人体的，比如肛门又叫做魄门，
就是实际上人活一口气啊，在人死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我们西方人都认为魂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存在的，可是中国文化里他就认为，中医里他就认为是存在的，而且他是他的神明的体现。如果是肝气强，就是人死的时候一部分就是魂是往上走的，往上飘的，一部分魄是往下走的，所以人死的时候是上面一口气下面一口气扑全散了，这是非常有趣的啊。那么这个魄，但是它就主本能，它就主理性，所以非常有趣啊。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大家想过没想过，为什么有时候本能会战胜理性？想过没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有时候本能会战胜，这就是本能会战胜，就是本来做这件事，我要用理性去判断，这件事是不应该做的，用善恶去判断，对不对？这是理性，判断觉得我不应该做，但是呢，不自觉的就把那手伸过去了，就做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在身，这是身体的一种反应，这叫做什么呀？这边是筋，筋克木，魄就是你的本能有时候会战胜你的理性。做事情啊，就是说一定要清楚你自己头脑昌明不昌明，头脑清楚不清楚，跟你的肝魂和你的心神是有关的。但是你的本能的问题是由谁来掌控的呢？是由肺气和肾气来掌控。所以你要发展哪边，或者是你要怎么把它协调好，这里边就涉及到身心互动的问题。就说的人生病在很大的程度上真的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而且还有心灵的问题，这是中医的一个特色，这中医一个特色。然后呢，最后一个特色，它就是非常重视人文关怀。中医就是要关心你这个人，而不是关心你这个病。你这个人的问题出在哪儿？你先得改变这个人，然后才能治愈这个病。这也是前面所讲的人为本，病为标。所以讲到这里啊，咱们实际上这种堂课就基本上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清楚，《黄帝内经》是中国文化的经典里边的一份非常了不起的一本书。同时呢，这里边呢，就是也原先国家领导人也曾经说过，中医是传统文化里的，就是文化宝库里边最伟，就是非常伟大的一部分。所以呢，总而言之一句话，要想学会怎么生活，要想学会怎么治病，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怎么看待我们的疾病，在《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地道，他说什么呢？他说知其要者一言而终，知道要点的，那么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这就是知其要者一言而终啊。就是你如果知道中国医道的一个要点，你一句话就可以给他说清楚。所以呢，在这里我就结束了我的全部的讲课。我是希望大家更多的能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同时关注我们灵魂的层面，然后呢，让大家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生活。谢谢大家。